5月3号，网上一条警花为路边老人剪指甲的帖子引发了不少网民的关注，很多人表示女民警的行为让人心里暖暖的。不过呢，也有一些网友称不排除有作秀的嫌疑。帖子原文是这样写的：8月31日，福田区金田路人人乐超市对面坐着一位80岁左右的老爷爷，身边放着一些简单日用品。一位女警路过时看到他指甲很长，于是拿出随身携带的指甲剪蹲下去，一番交流后给老爷爷剪起了指甲。路人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心里暖暖的，事件迅速在网上发酵。对于女警的行为，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认同，但也有网友质疑是炒作。对此，当事民警郝杰书说，自己当天在巡逻，看到路边流浪老人的手脚指甲都很长，走路不方便，于是在巡逻途中买了个指甲刀，而老人表示不会用，郝杰书就帮他剪了一下，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。他表示自己做的只是很小的一件平常事，不存在什么故意作秀，希望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够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人。深圳福田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，郝杰书已经从警8年，目前在福田公安分局法制科工作，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一点儿也不让人惊讶。其实啊，说1万句也不如咱们女民警一俯身一伸手来的实惠。虽然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不同，但是呢，称它为最美真是当之无愧。